级侮辱。谁跑的？谁跑的？仓库里面有。我几个妈呀！那边还有一个呢，我没找到他。泡他，泡他！我想，因为我又没拿到。你不需要拿到人头好吗？这要是等会儿，这看一眼怎么钓鱼、啊？你们发现对面好多空投了吗？对面，哎、前面有危险，对面有蛋，空投区。我操，蛋！对面有蛋，蛋在哪儿？前方有危险。蛋在那个空投那里。好了，你去帮我上下 S S 吗？Oh my god！我马上也查了。这楼里，有人，有人。我操！不要走，老弟，扔这儿了，我操！山上，后面妈的，这老是我的。有啊，兄弟们。忘了。有雷。我操！在车库里，车库有个倒了，还有个在车。又倒一个。没了，这儿防区围墙有一个，就这个防区围墙。看到没有？脸上有一个，然后这儿有一个，那边石头有一个。知道，挺上来。别嘛。刚打一，他没在。他是个吉利服啊，他是个吉利服。应该是在围墙遇到伏地了，不是这儿，我刚听的是这边围墙。我操！我助攻七个，来不来？好，来不来？